2016年10月27日，熊黛林在微博上公布我们结婚了，并附上和郭可颂的合照，简单而温馨。随后记者致电熊黛林经纪人，对方称今天先不做回应，但是明天晚上会有活动。网友纷纷留言祝幸福久久，女神恭喜恭喜，祝福很美。郭可颂是香港演员郭可盈的弟弟，家族坐拥百亿资产，正式荣升为郭太的熊黛林讲到婚礼的筹备进度。熊黛林说现在要专心拍电影《极致追击》，暂时不能太兴奋，但她还说要同丈夫郭可颂慢慢研究下